我看你眼睛好像消了好多。嗯，你现在摸一下里面有没有疙瘩，轻轻的摸。还有没有？哎，有一次妈妈玩游戏打他，恶整了一下，而且不仅恶整了一下他，还给他了一个深刻的教训。他就是这样子趴在上面看。吓唬一下他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然后就是一顿叽里呱啦教育他，以后要单躲起来这么简单，走了，逗你了。妹妹有没有吓哭啊？哭的眼通红，这东西精致的。我看你眼睛好像消了好多。嗯，你现在摸一下里面有没有疙瘩，轻轻的摸。还有没有？吓你的没有了。哎呀，你还吓爸爸，给我吓一跳。商场真是夏天撸完好去处啊，空调全天开启，还有免费的游乐场，爽歪歪呀。